元基，我有心送你，梗系送你去到啦。人物上司了，题在未破晓咧。不是上司着要换剑，是断声音月颜笑笑。杜鹃啼啫嘛。哦。妹呀、啊，你估佢读咩名，抑或一声叫啊？你听到佢一只还是一对啦？若非公公阿叔，又点会提呀冤调？如果系一对，早已比翼双飞咯。我估只红牙鸟正话成对，甜蜜的稻粱笑，未必。如果是又使乜引颈哀鸣？因为只痴了，佢一旦携呀儿，皆一飞了咯。你估啫，唔系啩？恐怕旧巢寻物刀只难以复藏身。我估佢新欢分散泪痴悄，我估那伤心啼血者，一定系旧女盼飘然。你成日挂住只旧嘅做乜嘢啊？目送痴了返的旧巢，伤心时痴了。非比了，明明听见呢只喊啦，你又话嗰只？若能分清恩与爱，何苦泣血在残宵？分寄仗义还妻，不了痴情。欲哭未能还强笑，妻言无语送我我都是不入去坐了，我已经送到你回来了，我扯了。哦，日常来到了，李公主入去喝杯茶。不好了，我扯了。李公主，那你回家了。是啊。哦，如果你尊重问你上来，你怎么回复他？哎呀，被你一言惊醒，我这个梦中人啊，低手思量，无计夜魂，此情未敢诉言亲，心力乱，更彷徨，元基你教我如何换人？